不是呀，那个唐僧送旁边那个，那是什么？那个这个旁边还是这个旁边？第一个那个。这个呀。啊。哎，那边那个肥牛也要，你给我拿来。这个肥牛啊。对对对。哎，二狗，你往兜里装啥呢？我用膀胱都看见了。你用膀胱都看见了？我就拿一个神龟粉，还拿一个无花果。不对吧？我看你那兜里还鼓鼓囊囊的呢，快拿出来。我拿的我都是我爱吃的，你不小卖点吗？我也买。接着往出掏。没了，就拿这四样：无花果、神龟粉、金丝酥，还有一口酸。我卖东西也不是这个卖法啊，给钱了吗？就往兜里装。我也没说不给钱呢，真是的。这些都拿上，你要算多少钱？这些都要了，二狗。三毛、两毛，一共一块五。真是的，我又不是没带钱，这假装都是费拿出来。给你钱两块。哼，幸亏我膀胱看见了，要不然啊，让你零元购了。